天价宛如末日来临一般，只见一颗巨大的陨石砸向不远处的紫云山主峰，顷刻间，整座山峰化为乌有。周遭各峰也在火雨的冲击下摇摇欲坠。放眼望去， 归云派的上百座楼台亭阁尽数崩塌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几道奇异的光芒护住了山门外的散修，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匆匆逃到山下。正当一众散修惊魂未定之时，有一人从空中跌落下来，看装束似乎是归云派的弟子。 在场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此时，一道身影从远处匆匆赶来，他冲到这位遍体鳞伤、昏迷不醒的归云派弟子身旁，面露焦急之色。啊！ 是来看谢先师的吧？他在二楼的天字一号房内。
你回来了，大家都是怎么想的？木材收集齐了吗？
种植灵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怎么样，灵脉都成熟了吗？我干些什么呢？不如捕鱼为业吧。先收购一个合适的门面。重建归云派，看来是一条漫长的路啊。
Thank you.
山岚谷可真是个钓鱼的好地方啊。这不是道友吗？我晚上回去时经常能看到一位老叟在落霞渡码头钓鱼，天那么黑也不知道他能看清鱼漂不。
先生好，有空多来客栈坐坐。我很喜欢做饭，但天天待在厨房，有时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这不是道友吗？很精神吗？今天也很精神吗？今天也很精神吗？很精神吗？这落霞渡四通八达，真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。希望镇上的大家能走。
师姐，最近在忙什么呀？师姐好。